快步走进会场，台塑集团总裁王文渊亲自现身，台塑化股东会常务委员王瑞华也低调从旁边通道入场。宣布派发股利6.3元，创下10年来新高。因为2017年合并营收6241.78亿，年增14%，就是受惠于国际油价走升。要像再涨到什么以前的七十八块九块，大概没有机会。我们估计应该会慢慢降，慢慢降，慢慢降，啊，降到大概平均70块钱左右。业绩亮眼，让小股民献花赞董事长陈宝郎是男神，但总裁王文渊却在台上一旁用心操作手机，显然是个科技控。其实每一家老板只要是赚钱的，都是小股东心目中最佳的男神啊！希望今年献完花以后，公司的股价可以上看200块。我们的竞争压力都是很大，但是呢，总算可以交代。而这回董监改选提名的候选人全数当选，包含王文渊、王瑞华、王文朝在内12名董事。而先前传出卷入大巨蛋争议的独董候选人前财政部长李树德也确定当选，但小股民对台塑在美投资还有疑问。台塑石化在美国的投资能不能讲得清楚一点？就是瑞香啊，这个案子投资57%。这个川普总统啊，跟欧洲变成经济上对立非常严重，这种情况可能会杀伤到你的这个需求量。能否再创好成绩？国际贸易变数和油价走势都一一牵动。东森财经新闻刘维奇、何文远在台北采访报道。